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在2014年的一开始，我们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更深更真实的来经历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好不好？我们这时候就一起举起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求主让我们亲眼见他的容面。哈利路亚。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深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活的救赎，昔在今在以后
主啊，求你在今早晨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看见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救主。哦，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荣耀是大的。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主啊，你是荣耀的救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主，我们的祷告是，主，让我们常常亲眼见你，让我们亲眼见你，不止风闻有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迈向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神赐给我们的盼望是荣耀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盼望，阿们。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十九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应许使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让我们有盼望，有荣耀的盼望，有何等的盼望。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我们已经信耶稣，但是我们虽然信耶稣，但是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盼望，或者说我们的盼望只有好像是要等到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才有盼望。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救恩到底在我们生命中间，神的恩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带来的这个救恩，到底是全备的救恩，是一个完全的救恩，还是一半的救恩？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的儿女，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恩典其实不是全部的恩典，是一半的恩典，而我们活在不只是一半的恩典，其实是一小部分的恩典，以及我们在这样的恩典中，我们觉得好像救恩不够用，或者说救恩只有等到在最后最后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救恩才够我们用。我想我们熟悉罗马书，对，在罗马书那边告诉我们说，是我们这些罪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虽然是这样，但是神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站在现在神给我们的恩典中，甚至在外面的环境中间有患难，但是我们患难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但是我们好像当我们读到继续往前，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活在那一个痛苦的里面，活在挣扎的里面，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生活中间，我们有得救的喜乐，但是没有得胜的这样的一个把握，以至于我们陷入不断的挣扎，不断的矛盾跟痛苦中间。我想我们熟悉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告诉我们，好像是保罗，连保罗这样的人，他的经历也是在这样的经历里面说，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喜欢的善，但是我做不到，
我不喜欢的恶，但是我偏偏去做。然后在那里有一个很深的叹息，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我成为神的儿女，我做基督徒，我因信称义，但是怎么会落到这样的痛苦的里面？为什么我立志为善由得我，为什么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神啊，你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还是一半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经历。对我来说，我从小在教会怎么长大，我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在一直到我高中毕业好像是基督徒，其实是糊里糊涂。但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清楚这样的信仰，我真正重生得救，在那个时候我有赦罪的平安，有洗净的喜乐。但是这个平安跟喜乐很快在另外一个阶段里面让我陷入好像很多的矛盾跟痛苦的里面。那个矛盾跟痛苦使我发现，我当我真正的认识主，我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我感谢神，所有的罪他都赦免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救恩非常的宝贵，而且我立志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要立志，我要天天能够灵修祷告亲近神。但是很快在我生命中间有一种痛苦，有一种矛盾，有一种挣扎在我的里面，就是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这个苦比我以前糊里糊涂还要苦。以前那时候好像没有享受，没有享受得胜的喜乐，但是却能够偷偷的享受最终之乐。但是成为神的儿女，真正得救以后，没有享受得胜的喜乐，而在那个里面却有一种痛苦。那一种痛苦就是为什么我还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完全的救恩，阿们，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十字架 为我们所完成的那一个救恩是一个完全的救恩。这个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求主在这个时候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弟兄姊妹，他的恩召是什么？他的恩召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一个完全的救恩。不只是让我们信耶稣，让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耶稣的十字架乃是不只是耶稣的宝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不只是流血，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不但他为我们死，我们与他一同死，我们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使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以至于我们能够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着神看自己是活的，以致我们生命能够看见。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救恩，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不只是要赦免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要现在让我们在罪的里面得着释放。不但是我们从罪的里面得着释放，那个罪的权势在我们生命中间，那个权势得着释放，更是进一步让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过去的伤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很多生命中间的捆绑，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十字架里面可以不只是得着赦免，更是得着释放，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得着释放，我们就能够经历耶稣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耶稣的死我们与他一同死，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埋葬我们与他一同埋葬，耶稣的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使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求主弟兄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不只是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让我们活在罗马书第八章中间。阿们。在第八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弟兄姊妹，当保罗在那里说我真是苦啊，神能够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照明他的心中的眼睛，他接着说感谢神，在基督里面就脱离了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面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不但是这样，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进一步告诉我们，在那里说我们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而且接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不但让我们得救，让我们能够得荣耀。不只是这样，他说神既不爱惜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得，岂不把他自己和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谁能够定我们的罪？谁能够控告我们？谁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不看，不但是可以在基督里面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不只是过去救我们，现在继续救我们，而且将来还要救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救恩是何等的盼望，这样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他。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在你的身上，在我身上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运行在耶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也要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让我们有盼望，有何等的盼望。我祷告一句好不好，你跟着我来祷告。父神，我感谢你。父神，我感谢你。借着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我们因信得救，我们因信得救，也因信得胜，也因信得胜，更因信得胜有余，更因信得胜有余。父神，你帮助我们。父神，你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谁能够抵挡我们呢？谁能够控告你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够控告你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感谢神，感谢神，你过去救我们，你过去救我们，现在天天救我们，现在天天救我们，我们也等候盼望身体得赎。我们也等候盼望身体得赎。父神，感谢你。父神，感谢你。我们的指望是确定的，完全的。我们的指望是确定的，完全的。是何等的指望？是何等的指望？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求神，在新的这一年，也是在年初的时候，就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更深的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主的救恩，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他的能力运行在你我身上何等的浩大。我们一同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说来到你面前来赞美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现在新的智慧，后抓新的开始，后抓新的智慧和启示，现在后抓的赐下，赐在弟兄姊妹身上，后抓造物新的造物，后抓抓抓，后抓在我们眼睛里面的眼睛一亮，后抓看见看见你的恩召。何等的指望，谢谢耶稣，主救恩是完全的救恩，主说赞美我们，赞美你，你的恩待，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求你赐我赐给我们，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你主我们也看到保罗为教会祷告，就是求父神把智慧的灵和启示灵来赏给他们。主我们要天天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们求父神把智慧启示灵来赏给我们。主再次来开启，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耶稣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贝，是完备的。主啊，这个救恩过去现在将来，主啊你都要救我们救到底。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求神再次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属灵的心窍被打开，让我们有属灵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来明白耶稣基督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也知道你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荣耀。哦，主啊，你说更在新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主你来开启。我们也为电视机面前的每一个人，主就求你这时候把智慧和启示灵来赏给他们。我们为中港台的圣徒来祷告，特别为沉睡的或者是好像已经信主很久的这样的基督徒来祷告，为灰心痛苦挣扎的圣徒来祷告，让智慧和启示灵赐下来，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看见神要做的工作，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我们眼睛未曾听过，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是神为我们，是人心未曾想到的一个完全的救恩，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说我们赞美，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备全心，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欧洲中。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中港台的圣徒来祷告，主啊，为那些仍然在沉睡退后的基督徒来祷告，主啊，为那些在灰心痛苦挣扎中的基督徒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宣告你要开他们心灵的眼睛，叫他们真的是知道你，主啊，你要开通他们的耳朵，叫他们能够天天的听见你，哦，主啊，也让他们能够知道，哦，主啊，主啊，神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跟荣耀，哦，主啊，你为我们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而且我们的心里面也未曾讲到的，主啊，不但是知道，而且是要经历的丰丰富富。阿们。我们特别为日本的传道人信徒来祷告，让所有的传道人信徒能够从宗教的灵、沉睡的灵、沉重不悔改的灵、不信的灵、沮丧的灵、孤儿的灵里面出来，能够经历救恩全备的救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祝福日本的教会，就说我们来到中港台，欧洲日本的教会、北海道的教会、欧洲东京的教会、大阪的教会，欧洲冲绳的教会，欧洲啊，欧洲各地的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欧洲自然。哈利路亚！哦，主啊，他们要从宗教的出来，从这边的出来，从这场中的灵、牧师的灵、基督的灵、过的这一代出来，让他们经历全备的救恩。主啊，赞美你，何等有余的基督徒！主啊，我们赞美你，求你来生，谢谢耶稣，赞美。
利路亚。主啊，是的，我们同心举手来为日本的传道人以及他的信徒来祷告。哦，主啊，你怜悯日本，主啊，你爱日本这个国家。哦，主啊，愿你赐下那自由的灵在他们的当中。哦，主啊，让他们在爱里面重新的苏醒过来。哦，主啊，好叫他们能从一切宗教的灵、沉睡的灵、沉重的灵当中得释放。哦，主啊，让他们断开一切不幸的灵、沮丧的灵、孤儿的灵。哦，主啊，让他们真实的经历到神儿女的自由。哦，主啊，让他们真实的经历到那全备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不是一半的救恩。哦，主啊，让我们一同来享受这丰盛荣耀的基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哦，主，我们要宣告。哦，主啊，神，你的儿女是何等有指望，是何等有能力，主啊，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夜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就照明我心中眼睛，知道这恩召有何人指望。甚至你